那你真的没有谈过恋爱吗？谈过呀。啊，太好了。她是波斯名教的圣女吗？不是，她不是跟大大说没有吗？啊，就真的会有人相信是没有？我信了呀，我真的相信了呀。你为啥要说没有呢？开玩笑呗。开玩笑，就是大家看得出来我在开玩笑啊。我信了，我真信了，我咋想起来问你呢？啊，这样的啊。也是跟那个做游戏吧，要不什么？说你和缇娅姐说的那个雨，对我看过，我看玩用 T 开头的 ，T 开头就是缇娅姐玩的那个啊，嗯，因为她叫缇娅嘛，啊，那你说一下用 T， 探 T 臀是不？啊，探 T 臀，对，刨图 T， 他这个说的目的是啥呀？加密吗？就是挑剔，挑剔。那你说一个我猜，你看是啥？你说一个嘎咕的，我说一个。嘎咕点的，那得是。我播一个，讨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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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烤箱啊，唾片，什么？唾片，唾片，唾液，唾片，唾片，坐垫，对，啊，讨糖。讨糖，讨糖是啥？讨糖啊！讨糖，讨糖，汤汤秃铜，汤秃铜，在这屋里呢。汤秃铜，啥呀？汪苏泷。啊哈！这也太难猜了。这有是那种短视频上老玩的这个游戏。你说一个，你说一个。我说一个，团聚，玩具啊？什么这么好猜吗？啊、好像那大舌头是。你是从小就展现出惊人的这个歌唱天赋吗？也不。啊，他网有一些网上的早期的，看看看看，十几岁那个早期的、哎、那声音非常稚嫩、嗯嗯、看看听听，那都是我很小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很小的时候离现在没有几年，都保存了很多那个，没有，我十三岁我就上那个就是唱歌软件，我就发，你看看，我太好奇了，你是那个从小唱歌就好听，然后能学这个专业。公开，公开执行。我不想把你教坏，还是听妈妈的话吧，晚点再恋爱吧。我知道你说的，我真的受不了。这什么？哎呀，刘宇哥，很可爱呀。还有别的吗？就这个人的号发可多了。这个最可怕，这已经是最恶心的了。再来一个别的。天空，这是十五岁就已经变成这样了。哇、wow, ，其实就是两年的时间。哇、wow, ，那怎么声音这两年之间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呢？那男生也有变声期啊。倒是，那女孩变成这样的很少。哇、wow, ，没有，你没发现就是像很多小孩唱歌，他不都是？哦，妈妈。对呀、啊，哦，妈妈，他们不都这样唱歌吗？哦，我小时候也那么唱歌啊。这吗？没有啊，这是我后来了。啊，他写的是十三岁，但其实不是，是不是？这应该不止十三岁吧？这是十五，他说这是十五。我都不这歌出的时候你才十五吗？是，在上高中应该。说散就散，你才十五啊？哦不不不，这个肯定不是十五岁，我觉得应该在十七岁。这是小时候啊。哎呦，好甜呐！妈呀，我真受不了！我小你不能接受别人说你声音甜吗？不是，就是我现在听我很可爱呀、啊，就我现在听我以前唱歌，我觉得很羞耻了。很好听啊！因为其实说实在的，就是我呢也不属于那种学习成绩特别拔尖的，就是、好了啊，别再放了，嗓音忽然变粗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就是我觉得。自己除了唱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自己觉得还蛮好的优点身上，所以就是唱歌就变成了我的生活的那个自信的来源。
所以就在网上发歌，然后看大家给我评论，看大家夸我，我就开心。就是斗气画马可以试试吗？那个叫那种专业歌手不要这样，我头皮发麻了。斗气画马是什么？我给你找，你给我找找。斗气画马，我发现我现在真有点跟不上。它就是一个马声，是把马叫融入唱歌里。你说这个吗？对，对，别唱他的歌。为什么让反扑的声音？反扑那个声怎么出来？就他唱这段原来咋唱，你再唱一遍，完我再听。凭什么绕不开翻不过的盛夏？我再听一遍他的。有些远方。我觉得最开始啊，他是要讽刺某些唱歌油的人，就是唱用的技巧太多，或者是骂谁呢？没说你，你不是一纯唱歌，非常的真诚。他这种技巧都是常用的技巧吗？那我们有请珊姐给大家。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真不行。带来一段 emotion。我唱不了。这海豚音你应该可以吧？有一点儿。海豚音就是也有练，但是用的少、啊。这有一首歌特别合适。海豚音是怎么是？它是一种。哎，为什么所有人唱海豚音都要这样？你可以吗？我不行。男生姐可以，男生很少很少有可以的。我找一下啊。哎，到了点歌环节了。你来一句，你整一句。滋滋滋滋，是滋啊滋滋滋滋滋滋滋。不会唱了，我只会唱这么两句。好，哇哦，妈呀！哎，我想听你唱《这世界那么多人》。嗯，其实挺难唱这个歌。当然了，我主要觉得我唱出来没那感觉，不是说声音什么的，不是音高这些东西。对啊，我有一首歌很喜欢，是那个叫。十二楼，嗯，我就觉得我唱不了那个歌，主要是唱不出它那个味道，我觉得驾驭不了。你现在还有一些你没唱到的歌，很想唱的吗？就是这样换一个说法，就哪歌好听到，就是哇，这歌也太好了。要是我写的我的歌，我能唱就好了。你有没有？有啥呢？只要平凡。只要平凡是杰哥和那个张碧晨老师，是药神的那个。电影里的歌吗？你有没有什么歌就是让你有这种冲动的，就是哇我好想演唱这首歌。我特喜欢那个裘德的那个浓缩蓝鲸啊。那个我还没听咋唱。他的主歌是只要你说我就可以带你到另一片海域，再大的浪都会想一个喷嚏不淹没谁，只是惹笑了你如此沉迷。这么高啊？没有，因为他是男生，我起高了。你说那个反差一点的，看他那唱的什么。你唱过什么岁月神偷啥的吗？岁月神偷是那个吗？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，晴时有风，阴有时雨。是，我已经。奔不过朝夕，又念着往昔，错过了青丝，却留住一个你。你会唱《向前再借五百年》吗？是那个，我真的还想。它主歌很适合你唱。哒哒哒哒哒，是那个。对。这到副歌了，这是副歌。主歌是那个。沿着江山起起伏伏，温柔的曲线。没听过。我应该听过，但是我不熟。你最近听谁的比较多？林
忆莲。哦，林忆莲。嗯，有像黄昏晓吗？黄昏晓是什么？哎呀，拥抱的温度只要你清楚。哒哒哒，我唱过。哒哒哒是吗？哒哒哒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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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就这种。哦，那歌蛮好听的，但真的很难唱。你看我掉一地的头发。没事，你多呀，你头发多扛掉。也扛不住这么掉，其实，我感觉我头发跟前两年比还少了不少。我记得我刚出道那会儿，我现在回去看那个发缝都没我现在这么。我也是，我原来发缝都没有这些。哦哦哦哦。你没有头发困扰啊？有。我现在回看我上大学照片，我胶原蛋白太蓬松了，嘣嘣嘣。还会继续老的。是的。现在永远是最年轻的。是的，是的，今天永远是我们余生最年轻的一天。当然了。珍惜珍惜时间。